猫一天睡多久？汪志祥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外科专科医生。针对于宠物的猫咪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，具体时间呢不确定。大部分猫咪都应该会睡十几个小时左右。另外呢，每个猫咪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，有的猫咪比较好动，有的猫咪比较文静，这样和猫咪性格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猫咪没有其他的任何疾病，睡觉时间比较长，那么也是正常。其实呢，对于野生的猫咪来说呢，它们一天平均睡九个小时左右，其余时间主要分布于休息、领猫、狩猎等。对于宠物猫来说，并不需要狩猎，也不需要专门的休息时间，整天除了睡觉就是理发、进食。由于猫咪平时生活呢比较无聊，所以日常主人可以陪猫咪一起玩耍。